西山雕花楼位于唐里村，原名是具有以仁礼为本含义的仁本堂，兴建于清康熙年间。既然都叫雕花楼了，想必这里的雕刻工艺一定能让人为之赞叹。门楣、窗户、梁柱上都是精巧的木雕，而且门楼跟墙面也有气派的砖雕，手法有浮雕和镂空雕，雕刻的主题非常多元化。这里经历四朝的改建和修缮，目前在西山是规模数一数二的清代建筑群，看起来就像一件非常大型的艺术品。喜欢寻幽怀古的人，千万不要错过这栋难得一见雕花楼哦。